来，欢迎袁弘。那个一杰，他弄过啥？接下来呢，就是用双节棍把我们饮料瓶打开。 把饮料瓶打开，对，需要做什么？你需要配合我站着不动就行，眼睛一睁就过去了。来，双手啊，嘴咬住可能就更刺激了。老师，我刚出道也没多久，最近，那我会珍惜你。最近有一部戏叫《远大前程》，虽然在戏里边我断了一个手指，但不要让它在现实中发生，好不好？对，接戏了，接戏了。我需要挑战一下自己。那。 你就挑战自己，官员红什么事儿？你挑战自己是吧？好。赵立新老师说：“开了吗？开了吗？还没开始。”